其实今天大家所在意的是说哈，怎么进行的部分的哈。那然后市政府也依照承诺说哈，在新建之前的话会做一个地质探勘，好，那就今天召开了会议。那我想说，刚刚或许我没听清楚，就假设说我们资料是出来的，研判出来的时候，这资料我不知道说用什么方式来做一个公告，或者是说让大家知道这个样子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研判的资料嘛，那然后第二是研判资料将来的一个让大家知道的一个方式。好，那我刚刚或许没有听清楚。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，其实也请教过蛮多的哈，之前是有人一种说法，就是说我们直插下去的时候，我们直插，因为那个其实断层它本身可能只有一条线，但它的破碎带部分的时候，那我现在再提这，就是说，刚刚会长提过一件事情，我们除了直插以外，是不是还有机会去安排细插的部分？其实跟刚才卢先生的建议有点接近了哈，就是说，目前我们的规范跟招标的须知要求里面，其实并没有包含这一块，我必须要这么说。好，那至于说标与款可不可以做这样的部分，我建议是我们第一阶段先把这个断层资料先做完。好，这是先做完这个部分，而且把资料刚才李长你指教的部分，其实一开始罗先生也有提到，要怎么样让资讯公开透明。那现在其实我们而来都是会利用网络的方式，就是把它放在网络的上面公告周知。好，但是我想这个部分各位可以不用担心了哈。我其实这个部分在我们现在在处理任何一个案子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朝这样的方式。好，所以李长你放心，就是说资料的公开一定好，大概是这样。那至于说要不要做协探的这个部分的话，我建议等第一阶段做完。好吧，戴同学有同没有？刚刚没有回复啊，就能不能每天回报里长当天的工程在做？回复这个部分的话，按照规定，他本来就每天要记录，但是，我必须这么说，在我的标案里面，我并没有要求厂商每天要回报给当地里长。OK， 我必须负责任这样讲，我没有办法对厂商多做要求，但是到一定的程序该公开出来让大家理解的，我欢迎各位大家来检视，好吗？是一周还是三天还是？我们没有这样，我没有，我们有要求他每天要做记录，好，但是我并没有去要求他说每天或是每隔一段时间要回报给当地里长，很抱歉，没有一个标准这样做。请教地质师，你有办法吗？目前可能每天回报是有困难，或是两三天，每天有日报表，那因为工程就工期很短。所以我们采行的就是说，一钻好那一孔一钻好，我就马上去取样进去实验室，因为工期非常短，那我们那时候就会赶快把那个资料带回去，然后做一个分析。那目前的规划是这样子。但是你能多及时来，就是你的及时的效率是怎么样？可以再说。搭帐篷一定要。你所谓的即使是我们要即使把成果提出来，还是说一个月的话就是一个礼拜？其实你可以不用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我刚才说得很清楚，标案没有这样的要求。是，我欢迎整个结果出来之后，各位都有权利来解释。但是为什么标案不是让我们民众先讨论？我想你的标案有它进行的程序，当时但是没有公开政府啊？为什么没有公开政府？我们已经承诺最后出来的专案结果的分析。戴同学，我欢迎，我希望。我也非常希望你以后可以来公部门来服务，来了解一下公部门里面的相关的程序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是不是我们今天，不好意思，那我们就最后两位好吗？好，那我们女士优先好吗？我这个问题跟这个探勘没有关系哈，就是那个。那好吧，不好意思，小心。就是、如果跟探勘没有关系，那我们就先保留，会后您再说。就福德平展一句话就好，福德平展不是拆掉了吗？那个树的树干下面现在都有那个塑胶袋包起来，啊，已经九月到现在嘛，那么久，那个对树有没有妨害？那、是不是应该拆掉？
我只是请罗科长注意这件事。您讲的说现场还有一些部分的树木还在，还有留存的那个当时的保护措施没有处理掉，好，这个我注意，好。初步的平面图应该请建筑师先规划出来，然后在基础那个位置那个做站探，那个将来的效果。因为跟各位报告哈，目的才会达到。目前各位看到的规划，在一般的公园里面站探那个承载力不在那个位置，那个公园那个地方，你站探的那个钱哦，放在那个公园那个地方，都根本没有效果。所以要盖那么高也很重要，这个要注意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我要提醒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好不好？建筑师要规划那平面图先规划出来，然后点位哦，在刚好这个柱子地方。好，站探的位置。好，谢谢。中也才谢谢两位，谢谢。哦，好，了解。谢谢。我想这样提醒哦，我先跟各位报告哦，目前的规划设计，目前来讲的话，还在初步的规划设计。当然，未来的详细的规划设计会按照站探出来的，我们尽可能照到点位啦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讲均度嘛？我想每一个区块我们都会尽量考虑到，好不好？安全的需求，但是你点在那个公园的地方根本没有问题。好，了解。哦，那确实的那个公园没有用，明确那个资料才会出来。好，然后建筑师来规划才会错。好，感谢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只要不会影响将来这样子完成了以后，哎，又倾斜了，又下陷了，那个呈不会呈现。假如你那个底下是软软的，基础点位没有这个地方。错误给他资料是错误的，那将来盖好了再挂线的话就那就完蛋了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你的提醒，这个我们会注意啦。未来的规划设计会按照我们现在点位钻探的位置，因为那个最直接。建筑师联络一下。好。规划平面图。好，谢谢。先确定以后，然后位置哈，点位置，钻探的位置刚好在附近地方才对。好，是，谢谢，好。好，那各位是不是我们今天稍微时间上也稍微超过，刚好也是我们大概今天就到此结束，好吗？好，谢谢各位。